嗱最近呢個月咧收到好多戲迷嘅嚟信嘅，咁佢哋咧就係紛紛咧就要點唱咧就阿安哥嗰啲曲啦。咁啊梁耀安咧係一個非常之優秀嘅文武生，咁啊可以講咧啊佢啊聲色藝俱全啦。咁啊特別咧佢演呢個文戲，佢嘅身段係非常之瀟灑嘅。咁不如咧就一齊欣賞一下梁耀安同埋李慈湘嘅一首《落水夢回》啊！珠沉水殿看，莫名惊空入泉阳，悠长穿越为很长，千呼万唤云系通到望如狂。堪叹物在人亡正粉空流心上香，三年火烈焰，有梦何妨夜夜露华宿光头哇拜黑云归年夫妇含恨怨为天那上烟，萧萧长照落水寒。
你到底是肉蟬还是洛神啊？我乃洛千岁神，掌管千千岁人，今夜连君必赴，才有飞越寒江。哦，人同一木，就四人同一竹，中间嗰个浮丘叔，老爷啊，咩啊？三个人一碌木，四个人一支竹啊？咩人嚟噶？我都唔知啊！菩萨叫嘅，你照做就系啦。我哋廣州咧係一個歷史嘅名城，咁咧有好多歷史嘅故事啦，同埋民間嘅傳說啦。咁好多人都會追究，哎呀，究竟呢個故事係真啦定係假啦？咁如果我李慈商咧，我唔追究，我最緊要咧就好聽啊！你講俾我聽呢個故仔咧，好引人入勝，咁我就覺得咧，其實我哋係享受呢個故事嘅。不如我哋而家睇下呢個睇戲講故，講下呢個廣州嘅故事啊！各位阿几，欢迎收睇今日嘅睇戏讲嘅节目。上一期讲古佬咧，就讲咗嗰个福建嘅蔡中兴，即系蔡襄修桥，扑到水啦，观音同佢揾到钱。之但起起下有个桥墩咧就出问题，解决唔到个技术难题，菩萨就指佢话嚟羊城，即系广州揾啊浮丘叔。浮丘叔仔啊，浮丘公个拍档，个先拍档啊，唔系一般拍档，先拍档。但系点样揾？蔡中兴就鬼知道啊！广州有个叫浮丘叔咩？虽然浮丘叔喺广州嘅仙界有名啫，响福建嘅仙界冇人知噶，佢系知菩萨嘅啫。点样揾？菩萨教佢一句啊。三人同一木四人同一竹，中间嗰个浮丘叔啦，啊死啦！呢句话模棱两可，拗晒头。阿福，家人蔡福嚟到啊，老爷啊，半夜三更揾我做乜嘢啊？你嗱声执包袱，啊老爷你炒我唔系，你听日一早马上去羊城，同我揾个人，揾人啊，阿大人啊。乜你響羊城你有親戚嘅咩？唔係親戚嚟嘅，係菩薩叫我去揾嘅。咩話？菩薩叫你揾，你同菩薩好熟嘅？唔係，菩薩報夢俾我啊嘛。菩薩報夢俾你，係啦。嗱，你揾個人，你記住啦，呢個人叫做浮丘叔。啊，浮丘叔啊，咁佢點樣啊？住邊度㗎？我都唔知啊。你又不知道啊？是菩萨跟我讲的，他说你去到羊城就找到他的了。你记住一句说话，三人同一木，就四人同一竹，中间那个浮丘叔。老爷啊，什么三个人一碌木，四个人一支竹啊？什么人来的？我都不知道，菩萨叫的，你照做就是了。哦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老爷都没解的。發個夢啊，當真係要我啊，趯去啊，千里迢迢去羊城一趟喎。等陣啊，菩薩叫佢啊，叫佢死佢都死噶啦，傻嘅真係冇計啦。老爺交代嘅，唯有只可以扮。第二日一早，阿福攞住包袱就前往羊城廣州啦。嚟到慘，人生路不熟，邊度揾浮丘叔？行下行下，咁啱就行到你嗰间浮丘寺嗰处。浮丘寺，浮丘叔，不过唔系咁熟嘅。只见到浮丘寺门口有四个人，四个人排成一条直线，一路咁行出嚟。为首嗰个单住只眼。揸住支盲弓竹，篤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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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篤咁啊！後邊嗰三個咧就雙目竟然失明噶，一個就搭住一個嘅膊頭，一路咁行，篤篤篤篤篤，
三人同一名，他哋三个人就得前边嗰个一只眼嚟睇，嗰个目咪只眼咯。四人就同一足，四个人都系靠一支盲弓足嘅，咪四人同一足咯。中间嗰个就浮丘叔啦，中间嗰、那个，哦，即系倒数第二嗰个就浮丘叔，哎，浮丘叔啊，系你啦，做乜鬼嘢啊？你系咪浮丘叔啊？我系浮丘叔啊，你系咩人啊？啊，浮丘叔啱啊啱，揾你帮手，帮帮帮帮咩帮？我自身都难保，我点帮你啊？诶，唔系嘅，你帮到我噶。你幫我起橋啊！切，我睇唔到嘢嘅起橋喎，我飯都冇得食啊！起咩起？唔係咧，我家老爺話係菩薩指明要揾你噶，你幫幫手啦！啊，房休叔一聽菩薩叫到喎，唔能夠托手爭，咩事啊？你講啦。啊咁嘅，阿房休叔。菩薩話你咧可以幫我哋手起嗰座洛陽橋，洛陽橋咧有個橋墩，就點都唔穩嘅，你可以幫幫咧。哦，容易嗱，我咧俾嚿石裝你，你將嚿石裝放喺橋墩下邊穩住佢，個橋墩就唔會冧噶啦。石裝喺邊度運翻嚟？要幾大？要揾幾多船去運咧？使咩去运啊？你攞住就系啦。喂，桥个石墩石桩喎，自己攞住又点攞啊？摘都摘边嚟啊？拗晒头，点攞？唉，等住啦，唔好心急。浮丘叔一伸，伸只手啊入个身度，搓搓搓，喺个肚腩度搓，喺胳肋底度搓，喺髀栏度搓。搓咗粒，软淋淋，黑掹掹。嗱，呢嚿系石桩嚟噶啦，乜玩到咁大啊？俾粒咁嘅嘢系石桩，要唔要啊？啊，要要要啊！等下先，揞只樽仔，你将佢装落去。哦，装落去，有个侧，侧住佢。哦，侧住佢，跟住点？系攞住啊！呢个石桩，你翻到去福建，你见到水先好打开，中途唔好俾佢见水啊！哦，知道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死啦！俾粒咁嘅嘢坏石桩又唔好见水嘛，疏噶。睇嚟老爷疏疏地呢排时揾啲人都系疏疏地嘅。哦，好啦，唔该。阿范老叔啊，你咁识吹啊？你平時滾埋滾埋應該唔少嗰啲錢嘅咧，咩滾埋滾埋，即係咁講，唉，知㗎啦，唔係老爺都點會俾佢滾到係咪先啊？要我千里迢迢啊，老爺都唔知啊，俾咗幾多好處佢咧？阿浮丘叔啊，能唔能夠幫幫手？因為老爺咧孤鬼寒，俾嗰啲水腳又唔夠使，我用曬冇錢翻去，唉，你揾埋咁多，你俾些少我啊？唉，我揾埋唔係好多啫。你睇我，唉，窮到褲穿窿嘅，冇飯食，係嘅。唉，通常啲好有錢嘅都話自己窮嘅，俾些少我使下先啦。好啦好啦，唉，俾住你啦，嚟，俾兩扎黃金你，你攞翻去使。嚇，響褲袋揞出嚟咩嚟？兩扎木糠，喂喂，木糠啊，好多嘅呢度。你翻啊十趟福建都夠使噶，嚇！木糠翻福建好，多謝曬啊，多得你唔少啊，袋住啦，多謝肥佬叔啊，我走啦，阿福啊走啦，離開咗啊，浮丘子，你又是你玩，咁樣玩法，收咗老爺錢啊，呃鬼老爺要我過嚟騰啊，俾粒老泥丸我嚟應付老爺，老爺翻去實柄我噶啦。我问你攞些少，你都赚咗个老爷唔少噶啦吓，俾唉俾几两银都好啊，俾两扎木糠我，唉劈鬼咗佢，硬跛住晒，唉点知一劈，哇奇怪嘅事发生，
嗰扎木框一落地，顿时就化成黄金。哇！嗰条傻佬杀金啊！唉，一声响冚地响，啲人一涌涌埋嚟执晒佢。阿福一睇，吓金嚟噶，咁呢啲唔杀啦，硬袋都硬啦。不过冇几多剩噶啦，紧紧翻救翻福建嘅啫。早知道我就唔杀咗佢啦，原来金嚟嘅唔系木康。咁因为喺度杀木康就成金，所以呢个地方后来就叫做杀金行。咁啊，杀杀声咧又唔好听啦，后屘就改名叫积金行。积金行而家竟然冇咗噶啦，你查地名字仲查到。咁佢个位置啊，其实就喺嘉下中山路同埋光复北交界嘅位置，以前就有积金行，仲有块地砖响度，咁而家地砖都难揾啦。阿福搭上船。坐船就翻福建，木康就变金，我杀紧炸，咁佢俾嗰啱嘢粒老泥丸嚟嘅啫，佢又变个石墩喎，点变石墩啊？呢个冇咩可能啦啩？会唔会粒老泥丸内藏啲乜嘢玄机？啊，睇睇先得啊！好似嗰扎嘢，啊銀啊變金，咁多嘢睇出嚟，可能係唔同噶噃，裝裝先啦。阿福佢就好奇，想望清下究竟老泥丸有咩古怪，佢就唔記得咗浮丘叔提過佢，唔見得水。睇唔係唔睇得，但問題附近有水你就唔睇得咧。擘开个盖望下，冇咩特别啊！嗱，袋嘅木框在木框，呢粒老泥丸在老泥丸啊，冇乜特别啊！咦，唔系噃，变大噃，眨眼之间，炸！一逼逼爆咗个樽仔，越变越大，越变越大，哇哇哇哇哇，嘿，变咗个大石，个大石一路咁变。聚到成隻船都側曬，喂喂喂喂喂，做乜鬼嘢？你黐線嘅咧，劈咗佢啦，咪只船沉噶啦！真係聚到船將近沉咁滯，冇辦法啦。阿福唯有劈啦，沉，嚿大石一跌跌落水裏頭，眨眼之間一化，化作珠江河上邊一個小島。呢个就是后来的浮丘岛，冇计啦！浮丘叔叫你不要见水，你喺珠江河上俾佢见水，老泥丸冇咗，阿福翻去俾人省就不在话下。但系自此之后，就流落咗一样嘢，到而家都系百思不得其解嘅令人，就是福建嗰条洛阳桥，到而家古代到家下啦。相传有个桥墩，每年发大水都要重修加固。据讲就是因为当年阿福个老泥丸冇送到位，条桥始终修唔好，流落嚟嘅后患。咁系唔系呢？大家喺福建度问一问吓，调查一下咁先知道啦。讲古佬就讲古嘅啫。好啦，咁呢一段啊，关于。浮丘公、浮丘叔同埋浮丘石嘅故仔就讲呢一处啦，咁下期嘅睇戏广告节目，仲有精彩嘅故事送俾咁多位，我哋下次再会，拜拜。我完全冇谂到嗰个难度难到咩程度咧，后边有一张道具凳喺度，然后我向呢边击，跟住将我一个转身空翻跳翻上去，我可以咁准确嘅唔跳错。因為你稍微跳錯咗咧，真係唔知撲咗去邊度嘅。加上你知道道具凳，佢睇嚟好似係石嘅啫，但係佢做嘅係木噶嘛。係啊，佢嗰種重量，哇！當時可能真係第一自己比較練啦，定老師揸得比較嚴，導演又比較嚴格。我冇一次失手，相反我個對手失過一次手。有次擊擊下劍之後，佢朱立生，你往上面擠吧。我說為什麼？我的鼻子有點歪了，因為嗰次
演外國戲都係演一個假鼻啊，透過鼻就有啲人歪啦。好，咁我就喺上面同馬六鞠，佢就喺度演翻正個鼻。我當時馬六檢討我自己，唔通係我激歪佢嘅？我諗唔可能啊！如果我咁激歪佢個眼睛都冇真劍嚟㗎。真的真的，有一定的因為他必須要在台上發出噹噹噹噹的聲音，我想不可能是我吧，加上因為我們所有的出手我都是打上方的，不是打下方的，如果不是我，那我的心情定了下來。